是此时，今天好久没有录视频了，然后给大家今天搭一个在模拟人生13局，我们刚做完一个巫师的小任务，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会去到一个巫师的小房子里面，然后再给大家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搭一下。然后那个前一段时间有很多人问我说，就是关于这个。就是这个游戏它大概是怎么杀出来这个就是无限金币的这个版本呢，然后其实就是在淘宝上面去，就是安卓系统的话在淘宝上面买，然后它会有一个已经做完一个处理的这种游戏，但是它就是没有办法去类似于海盗船那个地方，然后像这个淘宝的话就是，等一下，淘宝的话是，他去其实买的是一个存档，然后那个存档里面，他会有一个云端的，其实是已经他自己已经处理好的一个那个，就是他原来之前建造过的一个游戏，那个里面所有的任务都是已经完成了，像但是这个安卓的还是就是像我这样从头开始，而且 VIP 是零，但是我那个淘宝的那个真的是一个大师款，就是苹果的那个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而且这个现在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并，哎呦，玩这个还不是玩得很溜，就是这个没有。这个并没有那个，没有二楼，它建不了二楼，然后只能是一个单层。然后我们今天搭的这个是一个三个房间的一个小屋，就是大家应该如果要是刚做完这个任务的话，应该还记得那个里面用的就是这种那个什么叫旧石墙，就是这样。其实我们可能一般在这个玩模拟人生的时候，应该不会用这个，就是这些那个什么的，这些材质，因为它会显得有一点古怪。
为什么没有？哎，随便找一个代替一下。
啊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解锁地毯啊。
安卓版的一些内容，然后之后也为大家带来各种各样。